我是贝尔一号，我是贝尔二号。贝尔一号，你去 M 七八星云扫地。贝尔二号，你去僵尸王国买榴莲。哇，这么多的奥特曼！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是贝尔，我扫。你找我们干嘛？因为我就是来扫地的。我扫，我扫，我扫扫扫。这也太好玩了！快停下，不要再扫我们了。我才不管呢，这根本停不下来。我扫，我扫扫扫。这下终于扫干净了。贝尔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就没有了，我还没扫够呢。贝尔，你这么对我们，小朋友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。啊，不是吧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还要不要继续扫了？觉得我要继续打扫的就发送11，觉得我不要继续打扫的就发送22，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榴莲，僵尸王国哪里有卖榴莲的？小僵尸，你知道僵尸王国哪里有卖榴莲的吗？榴莲是什么东西？我知道，那东西一股臭脚味，我们僵尸王国可不卖这玩意儿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哎，这是什么？你好，我的主人。你是谁？我是阿拉丁神灯。不对，是阿拉丁神灯。你把我放出来，你就是我的主人了。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。哇，这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。阿拉丁神灯，我要一个榴莲，不对，我要一堆榴莲。咪西咪西，变。怎么一堆僵尸？不好，年纪大了，魔法不太灵了，我先溜了。算了，我看我还是先回去吧。奇怪，贝尔一号和贝尔二号怎么还没回来？贝尔一号，你把 M 七八星云打扫干净了吗？当然了，别！贝尔一号，我让你扫地，你带回来这么多奥特曼干什么？ M 七八星云没有垃圾，只有奥特曼。我要回家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再见。贝尔二号，我的榴莲呢？榴莲？什么榴莲？僵尸王国里可没有榴莲。那你怎么回来了？别！怎么这么多僵尸？当然了，这可是阿拉丁神灯给我的僵尸，我就把他们全给你带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任务也完成了，再见。这可太好玩了。对呀，童话王国可比我们僵尸王国有意思。不行，童话王国里不能有这么多的奥特曼和僵尸，我必须得把你们送回去。我不要回去，我要在童话王国里。我也不要回去。贝尔，这里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多僵尸和奥特曼？是这样的，小女巫，就是这样的，你可以把奥特曼和僵尸们送回去吗？不行，不能送我走，我不要走。我也不走，我就待在童话王国。这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要不要把奥特曼和僵尸们送回去呢？觉得要的话就发送666，觉得不要的话就发送888告诉我吧。我们不想回去，你们都不许发送666。